夸张随机进入了家园跑酷，这期也是聊天中随机进一个家园，编号是这个，看完你们感兴趣的也可以去跑一下。话不多说，看看这家难度能搭几颗星。没想到这就上来了，只能打个恶性难度，你们有手感不好的也可以来挑战一下。嘿嘿，不爱煎饼，我在游戏里买了就后悔的三款皮肤，刚入手就压箱底。